48年所属的，属老鼠的。老鼠，哎，我想问我身上有病，以后会发展吗？乳腺。又看，哎呀，乳腺，乳腺增生，乳腺癌。对。鼓掌啊！一看就看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当心啊，有可能会复发，明白了吗？嗯。你自己要当心啊。嗯。你呢，现在做人蛮好，很愿意帮助别人，啊，但是呢，你帮助别人，人家不会理你的。对对。对，因为你都是还债，听得懂吗？你的主要的问题呢，现在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呢？是你年轻的时候有欠了一个人的感情，听得懂吗？呵呵，老实一点了，坦白从严，抗拒更严。好好的念礼佛，听得懂吗？啊，还有，你对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不是太孝顺，老实一点咯。你再要乱讲话，现在都有护法神在的。我提醒你啊，你要乱讲，你自己有事情你自己负责的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家族里边人有心脏不好。对。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你的心脏也受家族的影响，你的心脏很不好，明白吗？还有你的腰不好，经常痛。讲不出来了吧，每个人被台长弄两句话讲不出来了。还有要注意自己要当心啊，你不要回忆了，因为你现在在回忆我对哪一个男的我欠了他了，他来找我，你想什么我心中都知道。你现在呢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把你的情绪拉回来，腰不好，第一要经常用热水敷腰，用脚泡脚，脚啊要泡脚，而且要放黄酒，好吗？调整自己的血液循环。你这个人真的很老实很傻，你年轻的时候也被人家骗过财，啊，讲不出来嘞，讲不出来嘞，听得懂吗？你呢，自己有点钱，自己呢要懂得买点鱼去放放生，保保你自己的身体。要放多少？你放500条。好吗？好。小房子要念多少？小房子，我劝你呢，最好呢，一个星期呢，你能至少念3张。你至少要念1年。好吗？好。还有，你要每一天要多走路。哦，台长告诉你们啊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走路的人长寿，你们知道吗？那菩萨跟我讲，头接的天上的气场，脚呢踩着地气，然后人呢当中叫天地人通气，所以人浑身一走路血脉通，完全很多的免疫系统都会恢复，所以身上很多病就没有了。所以走路是最好的体育锻炼，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要多走路，有车都不要坐，走个20分钟半小时，保证长寿。好，谢谢台长啊。你呢，其他没什么，你不要生气。台长刚刚看到你的图腾里边呢，你有很多气，因为很多人对不起你，所以你一直记在心中。对，你一定要忘记，你听台长的话一定要忘记，好不好啊？你要原谅别人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都是你欠人家的，真的很苦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人都很苦，怎么样来摆脱，就是靠念经才会想通，不要去难过了啊，听台长的话，都是菩萨的好孩子，人吃点苦没有关系的，人要学会吃两样东西在人间，一个是吃亏，还有一个吃苦，学会吃亏，学会吃苦，你就比较顺利了。谢谢。好吗？啊，台长会帮助你的，不要难过，你有菩萨了，你以后不会难过了，也没人欺负你了，好吗？